祝各位《极速少年》第三季从2018年开始正式录制，历时6个月，途经约3万公里，横跨福建江乐、甘肃嘉峪关、海南琼州、江西资溪、黑龙江漠河、浙江衢州、贵州遵义7个赛区，全国有10几万名学生参与其中，他们将历经重重考验，最终有28名选手代表该赛区参加全国总决赛。极速少年，少年，龙虎好精神。这里是《极速少年》第三届《巅峰之战》的比赛现场，福建省江乐县体育中心。经过全国各个赛区激烈且残酷的选拔，每个赛区各有28名选手突出重围，获得了代表该赛区参加全国总决赛的资格。今天我们来到这里，将通过排位赛、对抗赛、突围赛、半决赛和决赛5场比赛，争夺《极速少年》第三季的总冠军。冠军的奖杯最终花落谁家，谁又会遗憾离去，让我们拭目以待吧。总决赛开始前，极速少年们已经按捺不住激动的心情，陆续从全国各地奔赴江乐。嘉峪关队一直是第三季极速少年夺冠的大热门，他们曾在最后一跑中创造了9秒64的全国分赛区最好成绩，因此他们也成为了其他赛区眼中最强劲的对手。来自红色圣地的遵义队，天生就有着不服输的精神。在第二季总决赛中，他们错失冠军，遗憾止步4强。今天他们卷土重来，准备得更加充分，目标直指冠军。1、2、1、2、1、2，看我！在金牌教练江月荣带领下的衢州队，是第三季极速少年所有赛区中综合素质最强的。你们一定要照顾好体育，尤其是他们的强项。他们对自己信心十足，防守的目标是保3争1。咱们轻点哈，等下因为很容易，这个地方我感觉有点。资溪队有不少的队员都是留守儿童，没有父母一直在身边陪伴，反而锻炼了他们比同龄人更加独立和坚强。好，停！即使在赛前练习中问题频出，他们依旧不屈不挠，从摔倒中爬起来，总结经验，继续向前。这样的成绩，别人跑9秒，我刚刚倒问了，别跑9秒，多快啊！是啊，我们这个训练时间也短，是吧？也很紧迫。就你的。啊，怪我，怪我，好吧？就是前几天早点来的。就是。我们把自己做好就行。还有个就是，你们觉得自己跟旁边的人，比如说站的有什么，或者你有什么意见，我们可以改善的。我和董伟中间隔着两个女的。你说把吴环那个或者张琳其中一个岔开来。对，岔开一点。啊。还有他那边要岔。他那边有两个女的。因为女的不好带。带不起来是吧？跑不起来，要被他带着。啊，等一下好，可以，好，等一下我们再调整好吧？我们现在有问题，我们就调整吧。在赛场上加紧训练的是东道主江乐队，这次他们主场作战，训练时间最久，
占尽天时地利人和的绝对优势，是争夺总冠军的种子选手。在各支队伍抓紧时间训练的同时，他们并不知道，在不远的另一个操场上，还有一支队伍正在秘密地训练着，准备向每一支队伍发起挑战。他们来自祖国大江南北，互不相识。他们曾经落选，与成功擦肩而过。但是他们拥有一种珍贵的品质，不抛弃，不放弃。他们有着共同的目标，挑战自我，在巅峰之战中证明自己。遗憾的是，琼中赛区和漠河赛区的两支队伍虽然已经获得了参加巅峰之战的资格，却因为该赛区的特殊原因无法赶来决赛现场，无缘决赛。六支队伍已经集结完毕，巅峰之战一触即发。我是陈怡，也非常高兴今天能够来到决赛的现场。那所有走进我们今天决赛的队伍都希望在今天的赛场上发挥出最好的水平，争夺桂冠。没错，那么今天呢，我们是在福建省江乐县的体育中心来举行决赛。那么江乐呢，是我们曾经分赛区就来过的地方，这里呢是依山傍水，历史文化悠久，素有文化之意的美称。今天的总决赛呢，会有六支参赛队。第六支队伍在哪里呢？啊，我们的这些队员啊，他们曾经是你们的对手，有的呢还是和你们一起前行过的队友，他们一起哭过、笑过，也品尝过失败的苦涩，同样也体会过止步决赛的遗憾。但是今天呢，他们为了同一个目的，又重新组合在一起，带着坚定的信心来到了我们的赛场，一起来看看大屏幕。诚邀你们参加第三季总决赛。很多人都说我来参加极速少年肯定会输，但是我想证明给他们看，我会做到我的最好。在复活者联盟中需要和队友配合，我们以前并不认识，因为参加了这个节目我们才互相认识，互相了解。努力一起冲下去，一起赢得比赛，我们永远是好队友好伙伴。我们都已经竭尽全力去比赛了，我们是最好的兄弟。不管你有没有成功，你去努力过，你至少去尽力了，你没有去放弃它。我想对杨教练说，你一定要在那等着我啊，我六年后一定会去那里找你。复活者联盟，有请他们上场。有请。我们的复活者联盟呢是来自不同赛区，所以呢他们需要更多时间来磨合。是考验他们的时刻今天就来到了。对，
在昨天举行的排位赛中，除复活者联盟以外的五支队伍已经决出了排位赛的名次。复活者联盟队的这次竞跑能否一鸣惊人，打破当前的比赛格局呢？好，所有人都有，我们是谁？复活者联盟，加油加油！我们来干嘛？挑战我们怎么做？用户连接。OK， 全体都有，准备，放腿，发挥就可以了。复活者联盟是由各个赛区的落选者组成，在观战的其他队伍眼中，他们或许曾经失败，并不强大，但他们却一直相信着自己，从来没有放弃过。在集训中浴火重生的他们，此时只有一个目标，那就是挑战各个赛区，为自己证明。预备，加油，中间，好，中间加油，冲刺，好，他们马上就要冲刺了，加油，祝贺我们的复活者联盟，他们顺利的完成了我们五十米赛道的这个第一跑，非常棒，我们看一下最后的成绩。复活者联盟的比赛成绩是11秒81。复活者联盟以优异的成绩排名第二，仅次于东道主江乐队，向所有人证明了自己的实力。根据排位赛的成绩，所有队伍将在下一轮的对抗赛中进行两两对决，分别为资溪队对战江乐队，复活者联盟对战遵义队，嘉峪关队对战衢州队。究竟哪支队伍能率先出线，获得四强资格呢？是我们的江乐队对阵资溪队，有请两队。道主江乐队在之前分。我们之前都没有失误的，很少摔跤，所以应该可以拿第一。我感觉我们队也可能有机会，就是成为 PK 嘛，把他们给击败。就这样子哈，打出你们那种事情，就是在家练习的那种感觉，就当做一种练习，不要紧张。
呢，我们看到了我们的这个江乐队勇往直前，已经冲刺了。那我们的资溪队呢，他们是在中途当中有一些摔倒，按照我们的比赛规则，从哪里摔倒或者在哪里呢有这个犯规，那么就要从这个原点开始呢，重新继续完成整个赛。来来来，没关系啊。好，来过。最终获胜队伍，江乐队。两支队伍，他们是遵义队对阵复活者队，掌声欢迎他们上场。来自红色圣地的遵义队，天生就有着永不服输的精神。曾经的他们在第二季极速少年的总决赛中错失冠军，获得第四。注意集中，调整一下呼吸。好，看到呼吸啊。各就位，二，三，三。做好自己。加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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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发挥没有问题，听见没有？听见了。好，加油啊！极速少年，勇往直前，加油！那接下来上场的是今天我们六支队伍当中的最后两支队伍，他们一支是衢州队，一支是我们的嘉峪关队，掌声欢迎两支队伍上场。加油加油加油！嘉峪关队一直是第三季极速少年夺。刚才这一套左边的这些同学有点慢，可以听懂了没有？我们的口号要没问题，听懂没有？一二，好，加油快，加油加油加油！对不对？对不对？对不对？加油！再把绑带再检查一遍。姜老师您好，又见面了。我们看到就是您的这个在赛前的对孩子们的这种鼓动的方法呢，特别的不一样。据说呢，为了能够带好我们衢州的这支队伍，您还自学了心理学，是吗？啊，是的，是的，我很喜欢心理学。我觉得这个心理方面的暗示或者说鼓励各方面的话，远远比你的命令式的要求来得更好。我们在乎这个过程，有了良好的一个过程的话，肯定会有好的结果。那您和您的队员一起做好准备好吗？好，来，加油。听说嘉峪关是9秒多，那下子我就整个人都塌下来了。我说天哪，那等于他跑50米，我们才跑到40米。哇，我那下子心里真的好有压力啊。甚至我就不知道该怎样子再去应付这一场的比赛。我们来的时候的目标就是拿全国冠军。步调不太一致，节奏不一致，就是中间的比较慢一点。衢州队和嘉峪关都出现了失误，此时如果哪个队伍能够抓住时机迅速重整队伍，就能获得比赛的胜利。你一掉绑带的话全完了，1分钟2分钟都会给你脱掉去。准备准备起，一二一，快点加油，快点起，加油快点，快点获胜者衢州队。整个嘉关队就因为我一个失去了一次很好的机会，觉得特别自责。
不要哭，可以不可以？哭什么？把你眼泪留给别人。还有机会，不要气馁啊。很怕我自己输，都没有信心。我的脚受伤了，很沮丧。接下来比赛怎么办？我可能要退出了。哥哥，请你以后一直温柔体贴下去，我也会做你心目中的温柔体贴的妹妹。蓝奕寻，我听到没我名字的时候，本来我没感觉什么，没想到他竟然会为我流眼泪。一直憧憬的队伍背后总有一直默默付出的人，我就愿意扮演那个默默付出的人。时间不老，我们不散。青春不打烊，我们不散场。重要的是我们努力过，在赛道上拼搏过，这就足够了。不管最后结果怎么样，因为我们心里都有一个信念，我们要加油。在刚刚过去的分组对抗赛中，获胜的江乐队、遵义队和衢州队直接晋级四强，最后的一个四强名额将在暂时落败的三支队伍中通过突围赛产生。在突围赛中，资溪队、嘉峪关队和复活者联盟队将通过打擂的方式，第一轮成绩最好的队伍成为擂主，其他两支队伍将分别拥有两次挑战擂主机会，留下来的擂主将获得最后一个四强名额。首先有请我们的资溪队，欢迎他们上场。来，加油，加油，大点声，加油。 OK， 你们是最棒的啊！各就位，预备，停上！不要看，看终点。停停停停停停停！跌倒以后，所有人就不知道要马上要爬起来，缺少一点集体的感觉。资溪队最终成绩3分44秒72。有请我们的复活者队入场。
坚毅地看着我们的目标啊，放轻松，预备，加油！由于在训练中多次摔倒，王浩辰的腿伤更加严重了。在医生和教练的劝告下，他只能遗憾地暂时退出比赛。跑的时候要往中间停，要往中间靠啊！来，把左手抓紧，右手搭好，预备。队的成绩是11秒23。跑到了11秒23的好成绩，对此感到特别激动。擂主应该是坐稳的，因为我们有那个实力。第一轮，之风归来，11秒23的成绩成为擂主。接下来的比赛中，紫熙队和复活者联盟队能否挑战成功，夺得擂主之位呢？紫熙队在前面的三场比赛中都出现了失误，伤痕累累的他们还承受着更大的心理压力，他们迫切需要一场胜利来证明自己。各就位，一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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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跟上，同学，跟上，啊，跟上，跟上，啊，跟上，跟。我们28人不是很一致，导致了很多有7、8个人又受伤了。受伤很严重。一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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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紫熙队1分35秒60。胳膊还可不可以动？啊，就是你看能不能这样的活动呀？不可以啊。晚上我们看一下，吃完饭休息一下，休息一下。如果你感觉还痛，我们就去拍个片子，好吧？我就这样的扭到筋了。这次只来了28个人，我们一个替补都没有。没有一个人可以轮换的。接下来上场的是我们第二支挑战队伍，复活者队。我比较担心复活者联盟比别的队要顽强，他们的实力还是跟我们相差无几的。因为腿伤，王浩辰没有参加本轮比赛，第一轮比赛成绩不佳，这一轮又缺少团队的核心，对于复活者联盟来说，这是一个极大的挑战。正常发挥就好，正常发挥就好啊。当时大家其实都特别的没有自信，我从他们脸上可以看得出来。各就位，你们好好好好好好
注意集中，稳住。我们训练了这么久，我们却把绑带掉了。复活者队的成绩是1分08秒98。总是被伤痛困扰的资西队，从一开始就不断摔倒。一二，但是永不服输的他们又一次爬起来，认真完成每一次比赛。因为太多的队员受伤，教练为了保护孩子们的身体，已经决定放弃比赛。然而，同学们却依然坚定地又一次站在了起跑线上，要坚持完成在赛场上的每一步。放松，去。
我们这边刷过十几趟，从来都没有一个人。在第一轮排位赛惊艳亮相之后，复活者联盟并不顺利，绑带脱落，队员摔倒，一直伴随着他们，这让队员们的心上蒙上了一层阴影。突围赛的最后一轮，有的队员甚至已经没有勇气走上赛场。和教练都陪着我们，我们能辜负他们吗？所以说把泪水弄回去。他们跟我说，那我们的下一场比赛肯定会输了，那我们的绑带万一又掉了，那我们就不能进入总决赛了。所以说我想去鼓励大家，让大家能有信心把我们比赛比好来，不要把我们的力气都用在哭上。只有自己心里想着我们一定能赢，我们要对得起我们这四天以来所有的汗水，所有的付出。我们在那里摔过，我们也在那里流过血流过汗，我们摔了那么多次都没有哭。再说这个比赛我们还没有彻底输，我们就不应该哭，哭解决不了问题。有请第二支攻擂队伍复活者队上场。我们是谁？复活者联盟，上上上！我们来干嘛？向上冲刺！我们怎么做？用功练习，用功练习。看到同学们状态不佳，王浩辰请求教练和医生，要和同学们一起为荣誉而战。他也希望自己的行为能够带给同学们信心和勇气。团队发动机再次归来，王浩辰能带领复活者联盟挑战成功吗？加油！眼睛看前面，眼睛看前面，前面，眼睛看前面。你是一个自己，我是一个自己，同坐一个教室，就像彼此的背影。我看见你纯真的脸，你回应我亲切的眼，世界就是你看得见我，我看得见你。你是一个